真假20片生鱼片只要100元。今天来介绍一家位在恒春的平价海鲜热炒店，邱家生鱼片等等，真的平价吗？让我们来放大看一下这张告示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现在不能再只点生鱼片了，因此我们点淡香雨来菇台币180元，金沙中卷台币400元，及20片综合生鱼片台币100元。雨来菇炒蛋搭配上酱油的酱香味真的超级赞，中卷新鲜有嚼劲，外皮炸的恰到好处，生鱼片摆盘华丽， CP 值超高，整体吃下来算是好吃且不贵的海鲜热炒店，推荐给爱吃海鲜热炒的朋友。